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深圳，然后呢，这一次来是进行我的第一场音乐节。其实之前也有好几次音乐节，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，然后就取消了。然后非常期待这一次音乐节和大家见面。等一会儿我还要去舞房跟老师一起排练，希望明天咱们能够开开心心的造型。Okay, let's go. OK， 今天音乐节就这样结束了。然后今天非常开心，因为已经好久没有跟大家这样见面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这个造型我还得隆重的介绍一下。今天这个造型就是黑白假发造型，对，不是我自己的头发。然后谢谢今天能够来现场的朋友们，对，因为知道你们可能等了很久，从下午就开始等了，辛苦了。然后未来还会有很多见面的机会的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次见，下次带着更多的新歌跟你们见面。小红书。